孩子，他们都很可爱。嘿，慢一点，打到我脸上了都。孩子也跟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多的灵感。我叫Dawulet，特别喜欢画画。这就是我妈妈的店，挂满了爸爸的画。记不记得那个上次到我们到那个夏天的时候，那个画林公园去画的那个写生？那孩子，当时我们画了几天，这个画了三天。我还是更喜欢吃妈妈做的饼干。爸爸喜欢画画，我妹妹也喜欢画画。画什么东西啊，宝贝？妈妈、爸爸、奶奶、五哥、我的姐。爸爸画的好多画都是我们平时去玩的地方，这是树林，这是小河，这是狼，太可怕了。我们无苦之家现在过得挺好的，也没有什么负担，照顾好我的妈妈能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条件，把他们培养好，教育好，他们幸福成长就是我的目标。